大家好，今日是4月17号星期五的下午16:41。咁呢一部咧系华为嘅 P40 Pro 已经完成安装啦，咁进行一个测试嘅，即系安装完嗰个 Google Play Store 嘅，咁我哋试下测试先。咁试下呢个 WhatsApp， 停下先。OK， 正在安装，好，安装完毕。在这里开一开先。OK， 那我们再试第二个啦。Mac。OK， 差不多完成安装完毕。嗱，記得你哋裝完記得要開 GPS 啊！有時有啲客唔記得開 GPS 咧，話用唔到，其實佢冇開 GPS 啊，知唔知啊？喺邊度開啊？因為 GPS 嘅位置呢、這個。哦。之後記得撳翻個同意啊。喂，佢有冇話用呢個大陸嗰個北斗啊？用唔用講㗎？開一開先。啊！即刻認到啊，秒認啊，啱啊，青衣地係啦，青衣呢度啱噶啦。OK， 我哋試第二個 Apps， 我哋試下呢個 Food Panda 啦。啊 ？Food Panda。OK， 正在安裝 Food Panda， 安裝完畢，開一開。呢個香港航班。又是青衣的 OK 啱啦。Food Panda 试埋个 Google 云端，正在安装，安装完毕，佢唔弹 app 咧就得噶啦。啊，呢个系个客嗰个云端嚟嘅，有啲安装器喺入边啦。冇問題嘅，即係可以同步到啦，同步到個雲端嘅 Google Drive 啊。好，我哋再試下第二個啊，其他 Apps 試埋個九巴，呢個九巴嚟嘅。OK， 開啟啦。第一次開啟咧，可能會慢少少嘅，因為佢要 load 啊呢個位。呢個位要 load 嘅，咁我呢條片咧就唔停啦。装完呢个 KMB 呢个 Apps， 我哋试一试先。咁求其一个啦，248M， 249M 啦。OK， 正常嘅，好，报告完毕，可以用到，拜拜。我哋顺便测试埋呢个 Gmail， 阵间再试埋中国移动嗰个Apps。因为有客反映话未装 Google 之前咧，个中移动嘅 Apps 咧系开唔到嘅。停一停先啦。有顯示嘅，但係有個嘢喺中間阻住曬。係。好，我哋開個 Gmail。前往 Gmail。OK。之後個客話要試個中移動嗰個 My Link。注意衞生，防止細菌散播。哎呀，啱啱飛咗啊！啱啱裝完㗎咋。開一開嚟睇啊！使用扶手電梯。OK 啊，開到啊呢、這個中移動嘅 My Link。試埋個恆生啦。中銀香港係得嘅，恆而家試埋個恆生。要卡啦。正在安装，开一开，恒生，恒生是不会弹 app 嘅，中银香港都是不会弹 app 嘅。好嘅，恒生，
這個 Netflix 是我們送的，開到的。欸，有很多人喔，寫試先，寫試播片。OK。是開到 Netflix 的，看到的了，沒問題的 Netflix， 因為我們送了的，是送過 Apps 的，不是送過 Account。 好了，拍攝這麼多啦，好，拜拜。信客要求裝回這個航班資訊，試一試先，開，同意，都開到的，這個香港航班開到 ，OK。我用開係尾，再睇下有冇其他 Apps 可以下載啊。好，用埋個 Uber 嚇。裝，即係尋日裝。用埋 Uber。然之後咧，裝開都冇問題。好好，嗱，唔該曬。我哋試埋呢個 Uber。拖車嘅呢個。大家看片要有些耐性，即是我很給心機去拍給你們看，可以看吧。現在顧客在試一個 Uber， Uber 是可以開到和可以定到位的。現在我們在青衣的，現在個客人就嘗試落 order。 好，成功。你聽到啦，個客話成功，落 order 成功。取消先，好。現在個客話取消。OK， good。 OK 係嘛？即係用到係咪？用到。係啦，嗱個 Uber 係用到嘅。好，報告完畢，拜拜。Hey Google， what is the temperature today？現在個客人就試緊個 Google Assistant， 佢頭先同我講咧話個 Assistant 咧係用得到嘅。咁 Hey Google， How is the temperature tomorrow？ What is the weather for tomorrow？ 係咪個 Assistant OK 啊 ？OK 啊 ，OK， 大家聽到啦，係，好，報告完畢。咁啲 Google Voice 咧都係用到嘅，即係廣東話語音啊。用唔用到啊？用到，用到。好似寫嘢嘅。正在安裝 Google 語音 ，Google Assistant 都冇問題嘅。語音輸入都係冇問題，全部都得嘅，可以做到嘅。開翻個權限先。注意卫生，防止细菌散播。咁呢度咧，开翻晒佢啦。佢叫你开，我哋就开噶嘛，系咪 ？OK， 开晒。旺角。OK， 廣東話可以的，廣東話語音都可以的。PayMe 啊，嗰啲全部都得，冇問題的，之前試過的。咁你試下個雙開應用程式，應用程式分身。有兩個 WhatsApp 㗎啦，呢個一，呢個二，呢個分身嚟嘅。咁依家我哋試嗰個地鐵嘅 NPR 嗰個 Apps 係得嘅，係可以開到嘅，用到係嘛？用到。我見有著燈喎。用到啊。用到。OK， 好，報告完畢，拜拜。試咗呢個Google Play Games 呢個 Apps 咧，係開到嘅嗱，開到。嗱，咁就唔會同你試 game 嘅，試 game 一定唔會同大家試嘅，咁試一試呢個 Apps 係開唔開到嘅啫嚇。好，報告完畢。
咁就啱啱試完個中銀香港個 Apps 係可以入到去嘅，冇問題嘅。呢、這個已經係入咗去噶啦。OK， 報告完畢，拜拜。大家如果想要裝翻咧，請你聯絡翻我哋啦。我哋係國恆電信，電話係97964328，請大家 WhatsApp 聯絡翻我哋啦，都係呢個電話嚟嘅 ，WhatsApp number都係呢、這個。好，再見，拜拜。